世界各地咧都有唐人街喎，咁嚟到帕斯咧都唔少得啦。帕斯嘅唐人街咧就喺北橋嘅呢一度啦。咁一到星期五六日咧，就會周圍咧都係人啦，嚟到呢度嘅酒吧嗰度係好熱鬧咁樣。同時咧，呢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喎，因為呢度有一個好大嘅草坪，你睇下咧，而家有好多人咧都坐咗喺度睇住户外嘅呢個大電視。呢、這個大電視咧有時會播球賽啦，有時咧就會好似而家咁樣喺度播緊 opera 嘅喎，真係好有文化氣息噶。如果你想試不同國家的美食的話，就一定要來到帕斯北橋的這裡了，因為這裡不單止四周圍都有不同國家的餐廳，同時間一到星期五六日都特別熱鬧，可以說得上是帕斯其中一個最熱鬧的景點之一。